有谁还记得恩佐斯永动流？曾经有小黄可以实现无限，小黄套盾、狼爹 buff、鹦鹉稳定触发恩佐斯的鱼，集战率、频率无限于一身的阵容。那么这版本是否能实现？同样，狼爹前置二号位野兽频率，在鹦鹉触发鱼星标签的鱼，没有小黄，缺少了永动的上限，但成型后战力并不弱，理论可行。那么实践开始。
Project Pimp, Psycho, do it. Project Pimp, Psycho, do it. Built the dolls, get the death.